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秋啊。一般我们来判定一个玩家的强弱，肯定是直接看对方的段位和数据了。拿小秋来举例的话，世界一的段位 40% 以上的一个胜率，对于求生者而言应该算是中等水平的，不强也不弱。所以大家经常在直播的时候看到小秋秒倒，但偶尔也会有天秀的时候啊。然而本期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至今无人能超越的玩家，凭借高超的技术，经过106级的对战，以100%的胜率直接升上六阶的一个大神。而这个人的名字叫熊寒，相信很多玩家还是不认识他的，其实小秋也不认识。一，他不是最强的突防；二，他也不是什么赛事的战队成员，尽管他也是一名主播，但是他的风格更像一名休闲主播，所以导致大家对他的认识并不强。然而也恰恰因为这样的一个休闲主播，却创造出了至今为止无人能破的记录，其实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。当时恰逢红夫人上线，而熊寒也阴差阳错的选择了用红夫人上分，一开始大家并没有在意哦。然而随着段位的越来越高，战绩也越来越完美的时候，熊寒直播间的粉丝见证了这一幕的诞生，对战106局，以100%的胜率直升六阶的一个奇迹。放到现在的话，相信还是有很多人破不了这个记录的。尽管监管者是单人的游戏，和求生者不一样，但是保持106级不败的一个战绩的话，靠的不仅是运气，而是过硬的技术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